这个悦动燎原欢乐会里边挺好，我开进去看看啊，我开进去看看，应该让进车吧？应该让进，是不是？应该让进，哎呀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，行。哎，停下车了，听我的意思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？这帮保安给我拦上了。咱们这里车不让进，都是啊，咱把车开出来。干啥呀？这帮人给我拦上了。啊，这老大地方不能停车呀。咋的？这里是园区，这电梯能着火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这不是有电危险吗？你这自己不能选了办法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把车往这保安道一道，来，咱们先出来。啊，有事咱们首先走，好吗？干啥玩意儿？这么多保安过来，咱先下车，来，师傅，先下车。来，来个人把车给倒出来。先走过去。来，来个人把车把这给倒出来。干啥呀？咱这园区不能进车，您这是电车，容易着火。啊，我们都是不是电车啊。师傅，咱这不都写着呢吗？哎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戴耳朵吗？没事，你看这个恶管闲事，咱这边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，那你们处理。你说这咱这园区内不让进车，咱这电车不是有那个安全隐患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咱油车也不能进，是不是？咱园区内是供这个游客的参观游览的，咱不能停车，因为停车咱那边有停车场，停到那边。停车场太远了。那咱园区的也不能停。那保安呼啦一下上了一堆，给我吓一跳，还挺负责的一个。那肯定的呀，咱园区那保安都是专业。哥，咱们配合一下工作，先把车挪外头。那行，也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给我先把车挪外头。这家伙呼啦一下一群保安上来，给我吓一跳，我还是先挪出去吧。咱们这个悦动燎原欢乐会这个保安非常负责啊，非常安全，我还是先把车停外边吧。谢谢你啊，美女，刚才非常感谢你帮我解围。没事，都小事。哥，你这是又来玩来了啊？是啊，咱家的项目这么好，过来看看。过几天不有个演唱会吗？屠洪刚那些明星怎么的啊？对，我想问问那个票的事儿。这个票我手里是有票，但是我不卖。咋不卖呢？我因为这是给粉丝谋取福利。那我想来参加怎么办呢？你这样吧，哥，我看我也刷过你抖音，粉丝挺多的。你看这也是咱辽源自己的项目，你给咱家乡宣传宣传，然后我可以送你张票。可以啊，那太行了，本来也是咱们自己家乡的项目，我也挺喜欢这儿的。那你能给我几张啊？我送你一张呗，我们这票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就一张啊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也经过非常大的努力才争取了那么几张门票。那也太行了，我不要票都得帮咱们家乡宣传呢，这么好的项目，太讲究了，不愧是咱辽源人。必须的，来，一会儿我就宣传一圈。我最想宣传就是有没有那个美人鱼游泳啊，我想去看看去。有，必须有。搁哪呢？在这边了。那去看看去。美人鱼游泳，我最想看那个了。美人鱼搁哪呢？咱们先一面一面来呗。给你先介绍这个板块，这是咱们舞动燎原。舞动燎原主要的特点就是露天大地方。啊，这个我在网上看的，我真好。蹦迪。好。啊，就这个是吧？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也太好了。必须的。咱们这边蹦迪完，对面还有唱歌的，还有魔术表演。哦。还有跳舞，这设备不错呀，真专业。就搁这儿跳呗。对，反正这是有 DJ 和 MC， 然后这底下都是咱们的，这有舞蹈演员，这有咱们的观众，咱们的游客。真好，快点去带大眼哥看美人鱼吧。美女，那美人鱼搁哪呢？这儿呢，就在咱们行动燎原。啊。啊，这儿呢，好，这真好。哇，好美呀、啊！哇，真漂亮。啊，太好！哎呀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老铁们，给你们发福利了啊！两条美人鱼。你买三条呢，三条呢。就这一个项目我就不想走了，你们还想不想看看别的项目？演唱会门票的事你忘了？